大家好，我来自于意法半导体影像事业部的市场部，我叫 Sebastian Tu。 今天我给大家的介绍是我们一款新的产品，叫 VL53L5CX。 该款产品属于的 TOF sensor， 8×8 64个区，然后可以输出64个深度数据图，它可以提供上下左右单机双机六种不同的手势操作，然后它的对人体检测的最大量程范围在4米，对手势的检测范围是在1米以内，然后不同于传统的 LED 的手势，我们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因为它的里面的包含了 TOF 的 VCSEL， 然后接收的单光子雪崩二极管 SPAD， 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带宽，让它的敏感度精度会比传统的红外 LED 更加高。那这样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游戏上面，是属于我们新的应用，切水果的游戏，我们会在用切水果来感应人的手势的左右上下，这样体现我们这个产品的优点。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演示一下我们的那个 dem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脑的屏幕上，随着我们那个 FAE 的手的变化，这就出现了它的手势的追踪，然后切开了西瓜呀，不同的水果，也就是这个从我们的手势转换成游戏来演示我们这个产品的特点的一个大概一个简要的过程。手势上面会比传统的红外 LED 精度要高，距离要远，然后尺寸要小，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产品的优点。谢谢。